来记录台南，对我这样的人来讲是非常自然的，就像吃饭、谈恋爱、呼吸一样，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血液里面，我的 DNA 里面就已经没办法的，已经被他塞了很多东西在里面。我总是觉得这个城市太丰富了，它提供给我无限的灵感跟创作，把台湾的历史，然后就变成一种的美食，因为美食是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历史、不同的食材的碰触，然后经过文化、经过自己的理会跟个口感把它写出来的。建筑也是，老树也是如此。用老师的歌，然后来触动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共同的记忆或不一样的立体的记忆出来。对，真希望这届啊真趣味，啊希望大家来听，大家看。你讲是好日子，绝对是好日子。海风吹来，吹来。